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不都死了吗？死一个还行吧，你就别凑热闹了，你玩个蓝博，我帮你打个红就完了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全军出击。中单哈着包女人头，这么远，你下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这上路是兵线呢。兄弟，上路得帮我守一下啊！我这兵线可老差了。算了，不去了，扎他。你过来呀，你帮我，你得过来，你不过来我不死了吗？我这上路不要了，这兵线一个都不要了，拉倒。这手就是帮打野，别的咱都不说了。线儿可以不要，打野不能死，知道吧？我可以不起飞，但包女儿绝对不能起飞，这是我们的宗旨。下路来人了。让他去，没办法，他传送我也断不了，我还不如好好收我的兵呢。
快到线上。哎呦我操！早知道我直接用 Q 收了，我想用 Q 来打他，打他血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回来，他肯定要卡线儿，我们不可能说没技能让他卡线儿，我指定得留个 Q， 你们都不懂，你们这都第一层啊，根本不明白。好好看吧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突如其来的一招，有点让我猝不及防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用一好骸骨，等死啊！七秒以后他死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往上上啊！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他不往上上，我怎么杀呀？我得把他放出来，要不然不好杀。杀他需要挡他两个技能，第一他大跑，第二他一走。现在他E已经交了，看一下骸骨有没有啊，有骸骨，先把他骸骨干了，六秒钟以后可以上，先上去 A 一个小兵升级，三二一 EQR 转起来 WQ 好了。哎，就是这个位置太往后了，不好杀。再能往前一点，我直接闪现跟他。这还往后，他在这儿不行，他在这儿一个大的回去了，这就没法追了，搁这儿还怎么追？他正好收那个后排车，你知道吧，那个炮车刚好往他身边走，让他往后边走，没杀了。真是法克这个炮车。这怎么帮你？他没啊。连大都没有，
孙的本事吧。挺烦人呢，挺讨厌厌的。白老孙可会七十二变。把他放回来，这波能杀。你看他过不过来吧。空线来，他也知道他没地方，线上打不过我，他就来回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妖怪哪里跑？炮车快死啊。哎，好猥琐呀，真猥琐。漂亮，兄弟们！想杀他，我估计费挺费劲的，压补刀吧，嗯，压刀吧。没机会，也不给机会。包女在上面，但我感觉他们俩强杀不了我，除非他扎着我行。回家吧，试着杀一次没用，我开大他就开大，你杀不了。无非是有人把他大给他打出来，那我们可以跟他打一打。这边回家做分离者，咳咳，没事，他塔都推不掉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刚说完就死人，没事，这一血塔我要了。
啥意思？雪中送炭呐、啊，兄弟们！这首《雪中送炭》还是可以的啊、哦，回家来个布甲鞋。正好我没蓝了，正好差一点。没打，我马上到，他瞎子没在。我操，这大嘴是疯了是吧？这大嘴。但最近我发现玩大嘴的都这么疯狂吗？坏定。先把蛤蟆杀了，能点着不？可以，我就不闪了。这不好追呀，打他一波得了，把蓝把峡谷拿了，清他们家一波野区。回家准备小龙，希望他们的河岸不过集中。我们家这打的挺有章法呀，我一看呢，可以打，甩大可以。不用我们去了啊，这波不去了，回上路。那福耶哥可能是要吃我们塔，白送一个。大嘴交闪了，哎呀，算了，我就不越了，我就拆塔吧，我也就不越了。他不敢踹也没事，他敢踹我就直点儿，空中拦截。13级，170个兵。为什么没有人补刀比我多呢？这基本功也不行啊。1600差400。带俺问问土地老王，红 buff 去不去？这有防守眼儿，收他野区。你们收野区，我会上路收线。差点钱谢婶儿。
回家卸手了。妖精去下路，我们一样去上路。EZ 好骚啊 ！EZ， 露露只有一个眼儿，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这妖精等级也太低了吧？他为啥才十一级呀？等级有点低呀。我都十四了，他十一级，马上十二了吧？你赶紧升个级吧。我靠，这也能死？闪一走吧，可以杀一个，我还有血手呢，没关系。还有血手呢，这都小问题，杀，给我杀，漂亮，大龙，大龙打不打？啊，这小龙吧，要我说，包女去小龙，我觉得还是小龙重要一点，我们家龙魂了。先杀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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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人！烫死！可以，先杀人，杀人拿小龙。这把纯纯的混着，哎呦我天哪，兄弟，你看，你看全场有没有任何一个人等级到达了十五级？那么为何能让一个混着变成等级最高的那个人呢？算了，不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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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路收兵了。大组不就一个人吗？后边有队友吗？哎，你后边连个队友都没有，你搁这干哈呢？我这叫十六级的猴。我的好兄弟，我以为他后边有露露，你知道吧？那露露从中间都出来了。
练后撤。你想，你想给我来一手是吧？那我能同意吗？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？你想给我们一手 R 闪，那你得经过我的允许。想摸眼儿。